前期通过一个个视频，我们了解了一袋袋颗粒水溶肥巧克力是如何生产出来的。今天看点不一样的，看一看巧克力生产一线的工人们每天吃什么。今天中午炖一个冬瓜炖排骨，然后五花肉炒花菜，再给大家拌一个凉菜。今天天气比较热，给大家熬了一个降暑的绿豆汤。家给日料先锅六碗给你打，给我吃啊，很好吃，好吃，还好吃啊。我2013年入的职，10年多了，在这10年多了嘛，也感受到公司的快速发展，从营里第一个工厂到道口工厂，然后再到滨海工厂，亲眼见证了巧克力颗粒水溶肥的品质提升，发展比较快，然后呢感觉比较足，在这个条件也非常好，十几年了也不欠我们一分钱，工资发的非常及时。也非常好，这公司做得越来越大哈。大姐，你在工厂待几年了？12年了，跟着郑同道合干，心里有底儿，很踏实。来工厂8年了，来了10年了。我看到大家吃得很开心，很干净，我的心里也非常的高兴。我也是13年入职的，边肥巧克力一直干到现在。我的主要工作是为大家提供生活保障服务，做好后勤工作。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，我们餐厅的配餐环境，和我们饭菜质量也在不断的提升。人间烟火气，最是抚人心。虽然我们的岗位不同，分工不同，但是我们志同道合人的方向目标是一致的。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干好自己份内的工作，无一毫之不尽。只要公司才会更好地专注颗粒水溶肥，助力全球农业增产增收。